那宋，我想问你啊，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好的球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实际上做羽毛球，现在因为有机器做的，基本上大致都是一样，因为那些东西都差不多的。但这最关键的地方是那个，比如一开始要擦球嘛，但是要把毛那个擦上去了。擦球这个时候是比较关键，因为就涉及到这个飞行稳定不稳定啊，那转速好不好，这个就是擦球。擦球就是把这个毛擦进去，擦到这个对毛里面的第一道。对，第一道，这个是对飞行是很关键的。然后就是那个耐打，因为你打球你肯定我想能多打几代了。这样的话就是刚才那个胶水。胶水。那我想问你呗，就是比如像国内啊，有几个做了很好的品牌，就像格力克斯啊，像李宁啊，像胜利啊，像雅诗龙啊，对，就是他们的胶水其实都不一样，对，都不一样，各个品牌都不一样，就是每个地方出去试的时候的胶水都不一样，它不一样，因为各个品牌它自己的胶水，哦，它不是从市场上面去买的，哦。就是如果说我要去选一个工厂做的球，就是它的胶水工艺。对，这看不见的，你看看都是一样的。实际上里面的那个胶水的配方各方面都不一样。对，差很多。对，差一点点差很多。差很多。哦。那差很多。那意思就是说，那其实是说这些品牌能够在这个行业做的行业，他们也是付出了。对。就是真的是。真的是在研究，真的是在研究，不研究真的。哦，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我还以为这个胶水大家都差不多。没有，其实是有点。看上去差不多，实际上它其实差很多。哎，魔鬼在细节里面。